不是消除你二障，而是增长你的二障，增长你的妄想分别执着。而佛说法呢，是化解我们妄想分别执着，我们这个烦恼习气越来越淡薄，这是佛法。如果你学佛了，你跟这个善知识，你的妄想分别执着一天比一天浓，一年比一年多，那你就晓得我们学佛学错了。这是从感受效果上来观察，来辨别是佛法还是魔的法。那么这个要细心才行啊！如果粗心大意，就很不容易辨别。所以今天这个社会大众，有几个人能够处理魔掌呢？这是先前的思想。今天时间到了。